最强最暴力的老牌格斗游戏真人快打系列，在夏日游戏节2023曝光了系列重启新作真人快打一的实际影片。这次将真人快打系列故事重启，以平行宇宙的方式演出。我们将再度扮演火神刘康和诸多熟悉的角色，展开削筋断骨的残酷格斗。有着更加进化的美术和一如既往流畅又暴力的战斗体验，最大的不同就是全新的卡米欧战士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，我们可以额外选择一名伙伴辅助战斗。影片中可以看到一键就可以轻松呼唤伙伴角色，不管是想要辅助连段，还是用来脱困解围都可以，甚至就连超必杀技和终结技似乎都可以与伙伴共同施展，看起来不管是残忍度还是策略性都因此增加不少呢。真人快打一预定9月19号正式推出，相信这个重启路线肯定能够再战10年。